发这种文通常都是恋爱宣言吧？米娅可能没有办法参加Katy的MV拍摄。我刚刚收到美国总公司发来的通知，要我带米娅回美国试蜘蛛侠的一个角色。要不要去？到底要我说几遍啊？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男人直播2。